欢迎各位收看新闻台，你好，是主播李佩萱，我是飞行主播马德林晨佑，为您搜罗最酸的大小事。我爱高级酸，上课喽！黑人老大陈建州提告前黑社会美眉大牙周怡佩加重诽谤，首度以告诉人身份被北检传唤。经过50天的审影，陈建州的演技大爆发。庭讯结束之后，陈建州走进了滂沱大雨中，不忘了回头对媒体深深一鞠躬，再放送雨中比赞。这就是我要的态度。整波操作不是大拇指就是。一定是大拇指了。有告有赞，五告赞，演技直逼上一任雨人陈吉仲的重量级失身。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但媒体大哥大姐，我淋湿的画面可不能乱拍。相信黑人这一季凌晨落汤鸡，范范姐不爱。由于本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我觉得未来有机会啊，再跟大家说明，然后也跟大家报告。接下来呢，还是持续会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清白。三条路，三条路，谢谢。小心啊，小心啊。水则发，就不得不提及上次登上高级酸的海边奇幻漂流假水母 New Bra， 这回再度被解锁新用法黏糊版。有女网友早上起床就碰壁，惊见了隐形胸罩上面多了新房客壁虎，果真是趋吉避凶。别人的 New Bra 黏糊糊，你的 New Bra 黏糊糊。事后女网友就补充了，已经用牙刷成功让壁虎下妆。特此声明，本影片没有任何壁虎受到伤害。这下完了。喂。它黏住了，走开啦！一样是动物肇事系列，宜兰这只哈士奇趁着主人开门拜拜，挣脱绑带，直接暴冲到马路上，酿成汽机车追撞。而事后警方开单，在当事人姓名栏目直接写下哈士奇，让女饲主哭笑不得。事后拍下了当庭审问哈士奇的画面，所幸这场车祸并未造成女驾驶、男骑士和当事狗受伤，但还是造成了车损。事后三方已经完成了私下和解。二哈上路绝对会雷，哈雷路亚！你今天干了什么好事？你干了什么好事？看我！白色轿车原本在马路上好好开着，到前方左上角时却突然刹车，后方机车闪避不及，就这样撞上去，造成追尾。原来宜兰一名饲主养的哈士奇，趁着店里拜拜大门敞开时，挣脱绑带跑到礁溪乡仁爱路上，白色轿车驾驶为了闪避哈士奇，紧急刹车，才发生碰撞事故。哈，哈，什么都不说。比刚刚那只哈士奇更雷的，恐怕是这一台倒车显影。车主在路边停车，倒车雷达这警示音响起了，画面当中看得到后车已经相当接近，以为自己完美的掌握到了社交安全距离，想不到下了车一回头才发现连倒车雷达都懂超前部署，明明距离后车还有2个停车格，拍的却好像是在眼皮底下，到底装的是摄影机还是望远镜？不过即便是倒车雷达也还不具备侦测臭味功能。在大陆青海有一辆游览车，一名游客疑似是因为高山反应过程当中不断排气，3个小时的路程一连放了70-80个屁，他没在臭屁，真的能放臭屁。其他游客就痛斥整车都是臭鸡蛋的味道，更被呛瞎了，这频率堪比机关枪。生化大巴上车咯，不止排气的人射死，还让整车很不屁死，整趟旅程太有味道，昨日种种譬如昨日死。要死的机关枪啊，你下午几个了？我没有在车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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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屁了，怎能不提上周的 MVP 赖品妤？为了回敬侯友宜提出的以和减煤重启核四主张，赖品妤开记者会呛虾重启个屁，结果引火上身，被揭发他的云豹小公主的背景。爸爸是绿能大亨，名下有18家公司，遭网友质疑这反核难道是为了绿电利益？而面对媒体追问，赖品妤的逃跑计划语气呵成，不遗余力。我都使出马力强了，终究不抵愉快，眼睁睁看着漏网之鱼转身离开。这个电厂早就已经被关键设施都被拆掉，根本不可能再发电。那我想请问侯友宜，重启个屁屁屁！关于云豹能源的部分啊，其实他们公司对于整个公司的状况也都已经有声明。那关于台电呢，电价的部分，其实不管是经济部或是台电，也都有提出正式的声明。那我的部分呢，其实我在周日的时候都已经有发布正式的新闻稿还有影片，那已经回答过，大家都可以自行查证。那对于这样子的选举操作，我一直都觉得非常的遗憾。我觉得为什么云豹能源能够逼21倍？那这个21倍是不是因为绿电真的赚很多呢？委员为什么不再继续的来回答呢？有关于这个台电的部分，声明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您觉得这个部分声明了？谢谢。感谢，谢谢，辛苦了，辛苦了。感谢本周的善意资料提供者，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影片下方可以点题您下周想看到我们来酸的议题，我们将会来选播。高级酸新闻台每周五晚上的9点上片，欢迎大家爱用订阅键，这样就不会错过影片上片的时间喽。也鼓励大家多多回看分享，感谢您收看高级酸新闻台，我们再会喽。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伽马、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维生素 C、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7大保证，7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